你们好，我叫环环，李梦环，不是李梦恒，是何书桓的环。你还没习惯呢，算了。王明亮，王明亮，你香菜是不是还剩一根？对啊，我现在给薅了去。好香啊，辣椒吗？我感觉辣椒我能干吃了。他妈的辣椒太香了！哎呀，今天吃烤肉啊！哎，我这肉好了。哎呀，这个麻辣牛肉。哎呀，哎妈，这搞里头肯定好吃。嗯，有煎饼烤肉那味儿，要再来碗冷面。又点我呢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搞点米饭更香。又是饭包，东北人对饭包的喜爱，刻在基因里。没错。嗯，什么木瓜丝？嗯，洋葱。嗯，头太当害了。嗯，我每次跟我们家吃烧烤，宁得点土豆片，妈肯定得说我。是不是说你不知道吃点贵的，就出来吃这些便宜的？对，一看就香。嗯，这个水溶片，水比之前的香。我要做一下饭后运动。你的瑜伽垫是贵的。斩断情，这就是你说的饭后运动。